穿一身你们搭配的衣服拍照片。我想穿成大哥大的感觉。哎，豹纹连衣裙也是。你要，就是脸好看啊，穿啥都好看。我这票投你了，我有男人味，就买他的，就买他，真的真的。下辈子绝对能跟你说，不怕死。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拍摄的地方，一生一分高下。规则是第一名能够决定你在赛斯个人舞台上的出场顺序。哇，六他了，谁呀？他的得主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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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是大了，第一就选第一，就第一了，第一个。你看第五个，我觉得五号，付前不后，可以吸取前面的人的经验，然后后面也不会太紧张。其他人将会通过抽签来决定。又来抽奖啊！我死了，妈妈救我！又是考运气吗？哎，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第一，第二，第二，第一，第二。你要说我有，我拿了第二。哎呀，妈妈呀，我第一拿走行吗？把第一拿了，你把第一拿走。第六，打乱一下好吧。六六六啊，六六六，六六六啊，六六六。三三。哦，妈妈呀，妈妈呀。一，第六，六六六啊，六。感觉这个球格外的重。六六啊，六六六。六六六啊，六六六！我好像能摸他这个痕迹，我是不是犯规啊？如果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拿第一就拿第一嘛，第二做个表率嘛。可能是拿的七，对你可能拿的七，我试一下他，就摸不出来痕迹。六六六啊，六六六，六六六，我六累了。我那我太惨了吧。一，哎，七，四，一，哇，七，七，四四四，不好意思，啊，不是一，一和七的对上，你练了吧？四不带了，我知道一在哪儿。请两位同时到这边来，去去去，哎，九一个，请两位同时。我的天啊！你也要一，我也不要。那你把那个，你把那个拿出来，你先不想看。我再看一下。比如说要七更有压力。这样，两只手，拿了两个，你选一个。好，张卷一，张卷一。这样，谁敢跟我二手？看。这第七个啊，第七个，哦，还要举吗？没事，找录完找回家。谁跟你说的？谁跟你说的？要等着我们，你们所有人都等着我。挺好的，就第一个出来能抓人眼吧，虽然有点吓人，因为毕竟是第一个嘛，但是我会尽全力做好吧。前的空白，他人的光鲜外形，逼着你穿金戴银，挺紧张的吧？
但是也挺期待的，借这个机会想把自己的情感都表现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我是在不停向上的。怎么可能逃口，在前面的话就可能有一点点轻松了，看不到更多很强的人了，然后也自己就觉得没有压迫感，可能就有点发挥不出来吧。只好是不用害怕面对这一次的路口，希望明天少点失误吧，加油。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然后可以感受到我对舞台的热情。你为何不再前行，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能对得起我的努力。这一次这个选歌吧，其实选的挺危险的，可以说对，但是希望大家能认同我这个我的挑战吧，对。工作人员带我去检查声带，发现我声带很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因为这个我也突然间变得莫名自信。希望明天可以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宋亚轩，加油。是一个不能睡懒觉的一天，哈哈哈哈。马上个人舞台了嘛，但是还是有点紧张，就是觉得自己还是得表现好才行，好像听说还要排名，所以说得尽力而为。你知道金刚拳吗？就是这样防止紧张的。对，如果你感到紧张，就请你把你的大拇指伸进你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你就会感到没有那么紧张。对，就是这样。今天呢就是要演出了嘛，其实现在还是蛮紧张的，但是更多的是期待吧，我希望期待一个很好的结果，然后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发挥出自己该有的水平。二三，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真源。大家好，我是刘耀文。大家好，我是严浩翔。大家好，我是马嘉祺。大家好，我是宋亚轩。大家好，我是丁程鑫。大家好，我是贺俊霖。请大家多多关照，谢谢大家。好，现在退场，开始准备第一个舞台。大家好，现在开始我们台风蜕变之战的个人舞台评价。首先我们请第一位
张真源来到我们舞台上。加油加油啊！不要崴到脚。不要。哦，对，不要崴到脚。啊！天哪，我竟然是第一个！妈呀，我有点紧张，怎么办？哦，金刚拳，金刚拳。大家好，我是张真源，我表演的歌曲是《光来之前》。那就是光，那就是光。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觉得就很好听，对，然后就想唱这首歌。说过的肺腑之言，下定了决心就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屋檐，坚持着，自勉着。 OK 가사아직다못외웠어요다음시간까지외워요가사 okay. 알겠지오늘선생님이얘기해주고싶은거는한두가지정도인데너무어색하다아네그리고시선괜찮아요시선처리나就是光결국엔얘기하고싶은게뭐냐면더자신감있는모습으로사람들앞에서랩하고노래하라는얘기인거야그러니까작은부분도어떻게사람들한테보일지를항상고민해야돼오케이我觉得战胜了这个舞台就绝对没有什么大问题我相信自己对然后加油吧不再选手安静的歌给你播放现在有舞台跟观众和三年前的梦里多像那时没人给你鼓励也没人听你唱流出的热泪却还在心里烫 You pull it down 但窘境还要 overcome 不想妥协所以经常对外说出谎话不过男人的困难当然都要由自己挡下就过程痛大于快乐才会一直逼你长大 Keep going趁自己还没老去之前在黑暗里对自己说过的肺腑之言下定了决心就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屋檐一个人在外面的城市不习惯却总是失眠一人忙到凌晨五点吃饭就早餐一人孤军奋战享受早上的第一道光问你为什么这么努力你说只因路窄有多少次你义无反顾逆着光奔跑你担心爬不起来所以从不敢跌倒你看看周遭的人也许都看不见你就像是微弱的光黑暗中看不见你可你却从未低头哪怕他们不喜欢你知道你的人生注定过得不一般你拼命伸出的手伸向了肺腑之言就像是未来的光来到了光来之前有时会被捆绑住有时为了钱发现了桀骜让自己很想吐是谁当初是不放弃坚定的寸步不让是谁又知道自不量力的紧抓住不放只是想做好音乐并不喜欢跟谁比较因为音乐比朋友靠谱会一直在陪你笑明你来得太快而你要速度适中害怕深陷贪婪的沼泽开始步步自封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社会屏障连父母都无法理解音乐却陪你热泪盈眶是的没错你疯了对音乐一往情深不还手不罢休看着远处的一盏明灯当你孤独的坚韧的弥补着十六岁前的空白他人的光鲜外形逼着你穿金戴银脚踏实地的填满歌词的一字一句有多少次你义无反顾逆着光奔跑你担心爬不起来所以从不敢跌倒你看看周遭的人也许都看不见你就像是微弱的光黑暗中看不见你
可你却从未低头，哪怕他们不喜欢。你知道你的人生注定过得不一般，你拼命伸出的手伸向了黑风，直言就像是未来的光，来到了过来之间，穿过颤抖的肩膀，那就时光，你可以抓着不放，那就时光，有多少疲惫过往，你看，你看，你看，那就是。긴장많이돼요첫순서인데그죠어리토어리토어리토나와서어리토비트와와내가내가보컬이확실히저번태평가때보다훨씬더안정감있고되게깔끔했던것같아서굉장히인상적이었어요새로운모습을보게된것같아서또새로운가능성을본것같아서예좋은무대잘본것같습니다무대잘봤습니다장전위엔일단노래랩퍼포먼스전부전체적으로되게안정감있는무대여서되게보기좋았던것같아요근데조금아쉬운점은전체적으로너무유연성이없는느낌이었어요노래도그렇고랩도그렇고무대위에서자유스럽게자유롭게표현할수있는것들이좀더있을것같은데그런부분이조금부족했던것같아서조금아쉬웠습니다네그래도너무좋은무대였습니다잘봤습니다수고했어요谢谢老师这一次舞台我觉得稍微不足的地方首先在形体方面我是觉得控制的有点不够稳就我知道你很想把它做得很干净但是有时候力气使得太多反而会控制不住对就特别是那个 keep going 咚踏咚咚咚踏那一边 keep going趁自己还没老去之前在黑暗里对自己说过的肺腑之言你很多时候在唱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律动其实你跟着那个节奏音乐就会出来的很自然好的谢谢老师真的真的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有点紧张然后可能就发挥有点不如平时就舞台还是没有运用到很好还是有点没放开然后就是心里那关有点磕不过去所以说还需要多锻炼一下哦帅厉害真的帅我在这个屏幕上好帅你对真的对节目完了我可以嗨了去吃吗一会儿我去唱的时候不就六个人在这吃呢没有等到我去的时候估计都已经没有了叫你吃你就还真吃啊吃啊哎呦不得了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还吃只是你哎呦叫你吃你还真吃没事就可能大家的眼神都是 focus 在里面还有揣到兜里来一口来一口吗不了不来不来不那姐我可以吃了吧可以可以可以不急现在有请二号刘耀文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挡住我的路耶这个挡路컨디션이안좋다고내가들었는데嗓子最近发炎了扁桃体发炎嘛又感冒了嘛再加上变声期再加上就是我唱的那首歌就比较压力比较大嘛嗓子压力比较大큰일인데没事笑容面对嘛근데왜이렇게즐거워하지목이부은거를큰일인데근데자기관리실패지금이게왜냐면은경연에갔는데감기걸렸다고얘기할수는없으니까그날못하면그냥류는못하는사람이되는거니까
자기 관리도 실력이다. 첫 번째 경연 때 기억나? 송하신이라는 친구가 꼴찌를 했었는데 감기 걸리고 컨디션 너무 안 좋고 어떻게 나왔어? 결과적으로 뒤치러 그게 너가 될 수도 있는 거야. 说得好吓人呀 그러니까 好红啊 한테 명심을 했으면 좋겠어. 오케이? 오케이. 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 挺正确的吧 然后也得吸取一下教训，马上上台了还生病了，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的原因，没保护好自己。 穿四件衣服不出汗。 大人物习惯，身边总有小丑，是我的东西，谁都不能抢走。我有血有肉，怎么可能倒扣？You Yeowon, 무대 잘 봤습니다. 확실히 저번 첫 평가 때도 느꼈지만 리우는
무대에서 본인이 어떻게 하면 멋있는지를 잘 알고 있는 친구인 것 같아요. 오늘도 굉장히 에너지 넘치는 무대 너무 좋았고요. 我感觉你要累死。 근데 이게 너무 다 강강강강 세게만 가니까 이게 완급 조절에서 조금 실패한 부분이 있는 것 같아요. 왜냐면 뒷부분에서 조금 에너지가 떨어지는 게 보여서 랩을 할 때 그 부분이 살짝 아쉬웠지만 그래도 굉장히 좋은 무대였습니다. 고생 많았어요. 진짜 멋있어요. 신老师. 제 첫 번째 평가 때도 리유아원의 다른 거보다 그 에너지와 그 느낌을 굉장히 좋게 평가했었는데 되게 멋있는데 확실히 좀 많이 아쉬운 게 라이브가 전체적으로 좀 많이 불안해서 그 부분이 너무 많이 아쉬웠던 것 같아요. 좀 지금 리우아원한테는 약간 벅차지 않았나 그렇게 생각이 좀 드네요. 확실히 우리는 기본기 연습을 굉장히 많이 해야 될 것 같아. 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你的表现力，但是我觉得我喜欢的那个表现力今天稍微降了一点点，不是我平时看到的那个样子。 稍微可惜了一点点，我今天觉得，所以我是觉得可以做得更好。谢老师，上台之后我就觉得发挥不出来，不知道为啥，就态度问题，还有状态问题。但像是以后还得再努力努力，让我看清了现实。现在请我们的三号严浩翔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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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心情有点兴奋，他们前面两个都表现得好好，所以说我一定不能差，我一定会拿到自己想要的名次的。 之前就是在纠结，然后是展现自己实力还是讲述自己的故事，讲一下还是说第一次嘛，就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 래퍼로서의 기본 자세가 돼 있는 것 같아요. 무대에서 감정이입을 함에 있어서 굉장히 좋은 부분이기 때문에 굉장히 좋은 선택을 한 것 같아요. 어떻게 한번 해볼 수 있을까요? 오케이. 편하게 제스처 하면서. 你问我是否快乐，我回答你说 maybe， 这一路太多过，可有谁会留下陪你？如果再让我回去，我还是做我自己。别叫我如何去做，是谁定下这规矩？我似乎成为发光，就在舞台中央。我做的梦，拜托不要把我吵醒。我做的梦，拜托不要把我吵醒，不要把我吵醒。 이걸 함에 있어서 본인의 이야기와 이 노래가 원래 갖고 있던 정서가 맞는 건지 약간 진중하고 뭔가 사람을 집중시킬 수 있는 그런 게 잘 어울릴 거라고 생각을 했는데 본인이 어떤 걸 하면 잘하는지 잘 알고 있는 것 같아서 너무 좋고. 그럼 평상시에도 가사를 쓰는 걸 좋아하는지? 会写一些，可能有时候灵光一现就出来了一个大概的一些大纲，然后就会写下来。 굉장히 좋은 습관인 것 같아. 그런 것들이 나중에 다 가사가 되는 거니까 앞으로도 계속 그 습관을 가져갔으면 좋겠다. 这个紫光好看。你问我是否快乐，我回答你说 maybe， 这一路太多过客，有谁会留下陪你？如果再让我回去，我还是做我自己。你叫我如何去做，是谁定下这规矩？我似乎成为发光，就在舞台中央。 在家乡的孩子，他们拿我当榜样，身边都带着助理，现场特别靠近，这感觉 so amazing， 我甚至咖啡是营养，妈妈你给的心无愧不可代替，我一直很努力，不敢 say yeah，不忘了 作品，从首尔到北京，曾经我找不到家睡的沙发，没有人在乎，把你当做依靠，买张机票飞过去演出，而现实辛苦不允许自己才华被埋没，本来就一无所有，怎么会把种种再来过？
爱是我，我知道会有这一天，还有谁陪在你身边？分享我的心，谁最近在哪里出没？当越多人看到我，越害怕出错。你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声干得不错。我给你我的笑脸，就像我从来没哭过。你根本猜不到，最近我太浮躁。都说是为我好，那些我才不要。想要藏好我的缺点，因为害怕把你教坏。也希望有足够的时间让我给个交代。想要的现在都有，为何还皱着眉头？就好像不用害怕面对这个十字路口。这变化真的太大，想说是我的天。即使拥有再多金钱，但也买不到时间。前方的雾很大，他们想看你倒下。这面墙到中途退，还有谁会听你讲话？我说我累了，是的，但并不想要你同情。我保护我想保护的，但我身处在丛林。被爱过，被恨过，被受折磨。如果重新来一遍，都快要忘记那张脸。想成为自己，就是你别太执着。你再得到也失去，别太失落。我知道会有这一天，还有谁陪在你身边？我做的梦，拜托不要把我吵醒。我做的梦，拜托不要把我吵醒。我做的梦，拜托不要把我吵醒。我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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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梦，拜托不要把我吵醒。我做的梦，拜托不要把我吵醒。我做的梦，拜托不要把我吵醒。不要把我吵醒，不要把我吵醒。怕他砸麦？砸吗？到底？哟。自己砸的麦，自己得剪。哇哦，예나오씨너무멋있었어요무대에서숙련도가굉장히높은것같아요그리고이랩안에서도기승전결있게드라마적으로이렇게끌어간래핑도굉장히좋았던것같고굉장히카리스마있는무대였던것같아요저는그냥힙합공연본것같았어요그정도로완성도가굉장히있는무대였다라고생각이듭니다我很喜欢你这一次的表现然后其实你就像里面的一幅画一样我觉得你从一开始到结束其实虽然是很帅但是我觉得这个帅可以稍微有点艺术家的感觉在里面谢谢老师然后你可以休息了一直在疯狂的兴奋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那个气氛一到然后自己的心情也到了就特别的特别的兴奋我可能是个人来疯可以、可以厉害 very good 厉害厉害好现在有请我们的四号马嘉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渐渐之间有点紧张我就希望唱还或者跳出来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拥有一个特别好的回忆吧나아직목이좋은상태는아니네그지응네그쵸我一感冒然后鼻子就会不通气嘛就会气息会不够아쉬운게좀 있다면은 확실히고음에대한게좀많이아쉽지확실히예전보다는고음에대한이미지도윗소리로잘강화가되고있고근데이제문제는뭐냐면버텨줘야된다라는거예요그냥갑자기든생각인데
마사치 자작곡 여기 있어? 우리 앞에만 잠깐 들어보면 안 될까? 선생님 들어보고 싶어서 그래. 선생님 이 곡이 너무 좋아. 之前是有想过，然后又在回国的时候，然后会去弄它，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东西会有点超出个人的范围，然后就会觉得如果放在之后能力更好了，然后会把它改得更好一些，再拿出来。 谁来陪这一生？
心。Very good. Good. 太稳了。Perfect. 맞았지 와소름돋았어요아진짜 기술적으로도그렇고뭐발성적이나이런것들너무너무너무좋았고감성적인부분까지너무좋다보니까이게평가를해야되는데그냥공연본다는생각으로아무생각없이봤던것같아요아진짜너무잘했어요너무좋았어요그냥좋았습니다전그걸로끝입니다마사씨 누가레슨했어요니니니니니老师老师네저저예요제가했습니다샤오씨마사치와레슨했던시간들이많이있었기때문에더이번마사치무대의평가를더객관적으로더객관적으로보려고했거든요근데 마사치의노래는너무큰감동이었던것같아서이걸뭐점수로어떻게주기에도사실너무무의미한것같아요방금마사치의노래는감정너무좋았고일단이음악과마사치의발성자체가너무잘어울렸어요마사치너무좋은노래해줘서너무고맙고와너무감사해요진짜손에꼽힐만한좋은아티스트이자싱어가될수있다라고저는확신합니다네시청해주我觉得其实近期来我一直都在等一个这样的一个舞台这样的一个感受仿佛是你在 叫我亲亲的那个亲亲那两个字就非常揪着我的心你每唱一次就揪一次那是多么的让人难过但是那两个字给我带来的触动是很深刻的我很开心谢老师稍稍有一点点可惜的地方就是在于跟这个舞台的关系就是如果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其实是你们曾经一直到过的一个地方它曾经开满了花开满了树叶换过很多个季节现在同样的来到这个地界却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再唱出来就会更加的完美恭喜你我选这个舞台谢谢谢老师对于夸奖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听意见所以刘俊尔的那个想法就包括是他觉得那个背景啊就是跟我的舞台跟我这个人的关系啊这些问题其实之前也有想过但是因为时间有点紧我觉得没有弄到很好啊哭了小马哥小马哥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五号宋亚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现在好紧张我的肾上腺素正在加速的分泌一定会给这个舞台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어때요이노래지금이거중간평가때좀부르려고생각한노래인데이노래사실근데너무뭔가보여주는게없어가지고또이게너무낮아가지고음정이지금어떤조금그냥강한소리이런걸한번도내지않았잖아요이노래세곡다이前会现在变声了변성기가사실뭐쌤도왔었고남자라면다오는건데쌤이지금봤을땐약간실력적인부분보다도좀심리적인게좀있는것같아요자신감이너무없어요자신감이일단은그러면
지금 본인이 이런 고음까지 좀 힘있게 쓸 수 있고 좀 이런 것들을 소리를 잘 낼 수 있는지 그런 거 한번 그럼 쌤이랑 체크를 한번 일단 먼저 해볼게요. 오케이? 응. 과감하게. 아~ 이런 본인이 지금 갖고 있는 목소리 자체가 낮은 목소리가 아니에요. 변성기가 와도 지금 이런 음정들을 낼 수 있다는 거는 결국 할 수 있는 음정들이에요. 지금 그래도 좀 불편하긴 하겠지만 여기까지 냈거든요. 이 음정까지. 근데 아까 본인의 음역된 줄 알았다고 했던 그 남자분 노래는 지금 이 음정보다 9개가 더 낮아요. 9개. 결국은 내보지 않고서는 절대 알 수 없어요. 소리는.
放手，我让座，假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太爱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胡说。어사실송야샌이첫평가때컨디션이굉장히안좋았었잖아요네그래서뭘제대로보여준게없어갖고굉장히개인적으로아쉬웠었는데노래를끌어가는그감정선이너무좋아서굉장히개인적으로이노래처음들어봤는데송야샌이이노래부른걸개인적으로소장하고싶을정도로목소리가너무좋았어요개인적으로되게잘들었습니다고생했어요굉장히발라드에너무적합한감성과톤을갖고있는것같아요근데하나진짜많이아쉬운거는송아씨는노래욕심이되게많은것같은데더고음에대한부분이훈련이더많이돼야될것같아요본인스스로도그게잘테크닉적으로안되니까본인스스로가집중력이살짝깨지는게느껴지긴하거든요좀그러한부분에대해서꾸준하게훈련만한다면너무좋은것들을갖고있기때문에더좋은보컬이될수있을거라고확신합니다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就打个比方你等那个戏你等了多久你觉得好几天吧如果让我来想的话我可能等了这封信等了好几年那我在提起他的这个怀念可能不是那么的激动的一个怀念了他可能不再浮在表面上而是压在心底的一个怀念任何的是我的确是会激动但是我会压在心底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觉得你以后就是在唱其他歌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去消化一下你的演唱就会到达另一个更高的水平老师辛苦了我太紧张了今天上台之前我紧张的都快尿裤子了然后我就一直喝水我在吃过巧克力来的时候我紧张死了我鼓励一下你一喝水我就下次来就有口水我一有口水我就得咽一干一咽就得干一干就得有口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六号丁程鑫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现在呢就是有一点紧张也是有一点期待希望加油希望这一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挥到最好把这个舞台不留遗憾地完成下来我觉得这首歌跟我就是一些地方会很像对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首歌化为尘埃又有什么畏惧逆着光芒前行 OK 왜이렇게긴장해후반부때되게파워풀하게고음내주는건너무좋았는데앞에벌스들이너무경직된상태에서가니까발음도더안좋게들리는거야이게춤출때처럼노래하세요그자신감가지고저근데노래더잘할수있어되게네저음이멋있다니까저음이그대로고음까지마마챙시워라되게멋있었다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对于这件事没有过多的自信或者是受的打击太多了
yes, oh my mama told me go make yourself some friends, you'll be lonely. 1007 yes, oh. I only say my goals, I don't believe in failure, cause I know the smallest voices, they can make it major. I got my boss with me, at least though in favor. And if you told me before I leave, I hope I see you later. Once I was 20 years old, my story got told. I was run by everything I saw before me. Once I was 20 years old. Soon we'll be 13 years old. Our songs have been so deep.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and based on roaming. So we'll be 13 years old. 想和你追寻的光芒，眼中的你别躲避，不要去害怕孤寂，害怕现实丢掉自己。我笑总会降临，你为何不再前行？想让你远离纷扰，远离尘嚣，看见自己逆着光芒前行。不要回头，就算你们、我们、他们、他们都已变了样，你要相信自己，你要一往无前，就在这舞台成为你最自豪的模样。逆着光芒前行，空空四方，人来人往，你到底该怎么样？逆着光芒前行，딩정신 퍼포먼스 잘 봤습니다. 굉장히 멋있네요. 굉장히 실험적인 시도였던 것 같은데 퍼포먼스에 이야기가 있는 게 굉장히 좋았던 것 같아요. 뒷부분에 이제 중국어로 이렇게 번안해서 한 것도 굉장히 좋은 아이디어였던 것 같고 그 앞부분에서는 과감히 노래를 포기하고 퍼포먼스로 가다가 중간에 노래로 그 감정을 이어받아서 마무리하는 것까지 굉장히 생각도 많이 하고 고민도 많이 한 흔적이 보이는 무대라서 저는 굉장히 좋게 봤습니다. 확실히 딩청 씨는 퍼포먼스가 엄청 강하네요. 디테일도 굉장히 좋은 것 같고 표현력도 굉장히 좋은 것 같아요. 근데 확실히 라이브 할 때 리듬이 조금씩 빠른 부분들이 있어요. 전 앞으로 연습할 때도 좀 모니터하면서 연습을 하면 더 좋을 것 같아요. 我觉得如果你的舞蹈动作能够稍微再展一点，就非常好看了，就非常的优美了。然后还有最后那一边的那一个微笑。不管走到多少岁，我也想要回到七岁的时候的那一个最青涩、最纯净的微笑。我很喜欢，谢谢。谢谢老师，逆着光芒前行。有点自责吧，对，因为有些说过的地方没有做到很好。哇、哦，好看，真的好看。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最后一位贺俊霖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但是还好。就是我觉得谢谢。我觉得有一点紧张还是会帮助我发挥。
일단은 뭐 오늘 쌤이랑 해야 될 것들 중에 중요한 건 이제 선곡하는 거. 我有很多备选的歌，对吧？但我就是现在不太能知道我到底能唱个啥出来。因为夏天的夜未眠，那个必须过去。深渊是炸弹，把回旋只有一半的人唱着对决。 其实吧，歌也不是不能唱，舞也不是不能跳，就是不知道自己能跳成什么样，也不知道自己能唱成什么样，所以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现在该选什么歌了。 일단 우리가 시간이 별로 없으니까 선곡한 거 먼저 한번 들어볼까요? 在这普通的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500年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事内容，水帘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뭐 진짜 쌤한테 다양하게 보여주네요 오늘. 발라드도 하고 빠른 노래도 랩도 하고 욕심이 좀 있나 보네요. 그래요. 난 불안할 수 있을 것 같아. 그러면 또 다른 노래 한번 들어볼게요. 이 노래도 좋네요. 지금 허준이 쓰고 있는 그 발성들은 조금 댄스곡이나 락 이런 것보다 좀 발라드에 조금 더 어울리는 걸 쓰고 있긴 하거든요. 그래서 좀 그런 곡을 조금 더 자신 있게 이렇게 하는 것 같구나. 허준이도 조금 도전하고 싶은 마음이 있고 근데 그게 당장에 안 될 만한 도전이면 쌤이 막을 것 같은데 그런 정도까지는 아니어서 마지막 노래를 해도 좋을 것 같은데. 我就会去选择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但前提是在我能唱下来，就是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是能把它练出来的。我会去先估算一个需要练出来的时间，还有一个效果来定我会选什么样的歌一起。 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
情不停着，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你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선진님 노래 잘 들었습니다. 일단 목소리 톤 굉장히 좋고요. 좋은 톤 가지고 있는 것 같고, 근데 문제가 기본기인 것 같아요. 기본적으로 노래가 음정이랑 박자가 잘 맞아야 좋은 노래가 되는데, 일단 그런 음정 박자 부분에서 흔들리는 부분이 많다 보니까 본인이 갖고 있는 앞에 얘기한 그런 장점들이 다 가려지는 것 같아요. 저는 허진님이 좀 긴장을 했으면 좋겠어요. 더 뭐 톤이 좋고 뭐가 좋고 이런 게 다 음악에 있어서 음정과 리듬은 굉장히 중요한 겁니다. 음정도 지키라고 있는 것이고 리듬도 지키라고 있는 거예요. 좀 더 이 기본기에 대한 부분을 더 많이 고민하고 연습을 진짜 많이 해야 될 것 같습니다. 谢谢. 上了台之后就是那个耳返的话，他们说我快了，但是我自己在耳返里面听到的那个音乐是我慢了之后我才把它唱快了，然后就越唱越快越唱越快，然后我唱到的是和那个耳返是一个频率上面的。他说我的节奏和音准的问题，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开始慌了，我的妈妈 ，Unbelievable， 我也没有那么，我已经不是很那个了。没事，我不慌。开玩笑。是不是你？哦 ，My God， 我还没准备好，你要跟我说一声我才行。无所谓了，我希望两个好的节目，希望至少比上次好一点，或者我至少也想比上次好一点。先保持，然后慢慢提升。Can I make a game done？ 확실히 리듬 있는 거 했을 때가 훨씬 좋았던 것 같아요. 그래도 아무래도 좀 퍼포먼스의 난이도나 좀 이런 또 본인 스스로 이런 참여도나 이런 것도 되게 좋았던 것 같아요. 수지가 이거네. 여기서 이렇게 그렇지 조금 내려가. 이 둘은 비슷해. 이렇게 둘이 네 그렇죠. 정리를 해보면 있네요. 근데 다 비슷하게 했네. 好，去哪儿接受啊？就在台上。啊！谁跟我说在这儿接受的呀？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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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妈妈，妈妈。啊！你好，妈妈。Let it go。缓解一下压力。耶耶。
本来不紧张的，突然又紧张。就今天这个结果，不只是单单代表说你们的实力在哪，而是在于你们成长的速度，还有你们对这个舞台所付出的到底有多少。好，接下来我先发表今天的第三名。尹浩翔，谢谢老师，恭喜你。哦，第四名，宋亚轩，谢谢老师，恭喜。第六名，张真源，叶老师。在马嘉祺和丁程鑫中会有第一名和第二名，可以石头剪刀布决定吗？可以猜拳决定吗？第一名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节目的助力方法，使用微信账号登录超级星饭团 APP，为喜欢的少年助力，每个用户每天拥有5次助力机会。登录 TF 家族官网或 TF Family 微信公众号，还可获得额外的助力机会。第三阶段的助力结果将在最终的出道演唱会上公布，第一名将成为组合正式的中心位。快来为你喜欢的少年助力吧！下一个舞台分为三人组和四人组啊，我三人组吧，三人想和谁组队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谁选的我呢？我选择的歌全是适合你的，我需要你。쌤이온거는여러분들이지금무대준비를얼마나잘하고있는지중간점검을하러왔거든음정완전안맞아아예감정이별로없는것같은데인상엄청쓰고있는느낌들약간페이크같은느낌개인적으로는실망이에요在下次的舞台评定里输掉的队伍中我们将会产生一名淘汰者